外手横躺在地上，旁边的地面凹了一个大洞，旁边民宅二楼小阳台被压毁，一楼铁窗扭曲变形，旁边的车子房子都被盖上一层厚厚尘土。你也帮我知道，这赶快有办法，他们赶快给我们做文字处理嘛。对啊，我已经通知了，我们已经通知了，嘿。真的拜托你们麻烦你们。这户人家连门口都被堵住，已经无法进出。这起施工意外就发生在三七号下午，桃园八德一台怪手正在实施自来水管线南水北送的工程，进行送气测试时疑似压力过大发生爆炸，怪手当场翻覆。在怪手旁边的两名工人受到轻重伤，操作怪手的吴姓司机可就没这么幸运，被土石重压胸口，送医后